这个不喜欢，不太适合。我们走吧。啊，行。嗯，再看看。嗯，好。那戒指就这几款、嗯。好吧，就这几款。哎，小姐，喜欢哪一款都可以试戴的。哎，您好，请问一下 ，Yvonne 的初中系列有没有？初中啊，嗯，它是限量款，我们店已经售罄了，卖完了。是。您好，请问一下，您们这儿有没有 Yvonne 新出的初中系列？您稍等，我帮您查一下。好，谢谢。不好意思，初中系列已经售空了。初中第一天上市，就真的能卖那么好吗？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不会吧？哎，咱们初中系列怎么全部一天才卖出去十件？这不可能吧？给我看看。这个哪里来的？一大早销售部送来的。你看怎么办呢？这件事你还有跟谁说过吗？除了这个屋子里的人，其他人都没有说。这个班雅琪处处给我挖坑，这个黑锅不能我们设计部来背。顾欣妍，一会儿你跟我一起去参加营销会。好。林总很早就想收回以旺品牌的销售权。我想过了，这个意外事件也并非是件坏事。一会儿你在讲述的时候，一定要把这次初中的问题向这个方向拉，到了一定的层面，我就能接住，并把这个议题过到林总那里。好 ，understand？ 按照营销会的惯例，班总监，你先介绍一下近期的销售情况吧。林总，李总，开会前我有个情况需要汇报一下。你说吧。昨天我们部门的一名员工。无意中遇到了一些特殊情况，顾欣妍，你说说吧。嗯，昨天我在逛街的时候，无意进入了一家 Yvonne 门店，
销售员告诉我说，初中系列已经销售一空了。我当时就觉得很不解，刚刚上市第一天，怎么可能会卖得这么快？于是我就又走访了几家附近商场的 Evonne 门店，均被告知说初中系列已经销售一空，但是今天早上的销售报表却显示，销售量就只有十枚。你简直胡说八道！而且这一次的推广活动当中，我觉得有明显的营销方案针对性不足的地方，像是我们的推广都是在一些传统媒体或者传统商场的户外广告上进行，但是在那种地方大多数都是上了年纪的客户群，他们的购买力还是以黄金饰品为主。但至于我们推出的钻石，年轻人才是我们的受众群体，但是在一些时尚街区或者地铁站里并没有发现任何关于初衷的销售方案，更别说网络上的一些媒体文了。这会没法开了。班总监不要急嘛，我们陈述的是事实，提供的是意见。我看你是在找茬吧，初中新品刚上市，怎么可能就售罄了？你这是故意指摘我给初中在找麻烦是吗？如果没有毛病，硬找也找不到。好啊，林总，既然他们设计部对此有疑问，那不如你们自己去各个门店亲自调查，但是你们最好带着有凭有据的调查报告回来，不要卖得不好就空口无凭的把锅甩给我。还有啊，既然设计部的同仁对营销方案这么感兴趣，那不如这个月的营销方案你们自己搞定了。我们愿意接受这个挑战。辛辛苦苦设计出来的产品，怎么就不让卖呢？我就想不明白了，咱们不都一个公司的吗？为什么要搞这些弯弯绕绕的？你也说了，这些都是弯弯绕绕的，就好好自拍呗，想它干什么呢？哎，明康，那这事儿你给大家伙扒一扒呗，咋回事呢？我扒一扒。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啊？跟你们说多少回了？我那不是八卦，那叫信息。再说，这不明摆着吗？销售部要和设计部对战了。以前卖得好的时候，那当然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了呀，卖不好自然互相甩锅。再说了，这丛总监以前就是林总的旧部，自然多多少少偏心一些。我跟这班雅琪，说不定这口恶气早就想攒成一个大炮弹，咚的一下轰向你了。哎，那心妍怎么办呀？就他那种小菜鸟，被拉到那种战火纷飞的地方，会不会就落地成盒，炸得稀碎啊！所以我现在只想打开一个音乐软件，为他点播一首《祝你平安》。我今天真是开了眼了，丛飞，这个人你从哪儿找来的呀？你自己说不出来道理，就非要找一个对营销一窍不通的愣头青来搅和是吧？班总监，如果你有疑问，可以去人力部调查。顾欣妍除了是拉萨尔学院珠宝设计的学士学位，还是蒙特利尔大学的全 A 毕业 MBA 工商管理硕士。我说的没错吧，顾欣妍？你看，我对我部门的人的了解还是详实的。诸位讨论得很激烈啊，你们为工作争吵，这是公司的幸事，但你们相互告黑状推诿，解决不了问题。哎，董事长，不是我告状，昨天一整天初中系列的销售确实属于停止状况。丛总监，我们不再追究这个好不好？无论是卖了十枚还是一枚都没卖出去，我也没有责怪你们设计部的意思。我们现在的重点是要解决问题。营销的最终目的是获利，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既然现在你们两个部门对各自的方案都有一点不认同，那你们就按照自己的思路做一次活动，一个月为期限，获利润最大者获胜。怎么样，敢应战吗？哎，董事长，我们刚刚提的是意见，并没有其他意思。我不是问你，我是问他。我们敢。好，既然是 PK， 就得有点彩头。我看落败者就受个降级的处分，你们觉得怎么样？我接受挑战啊，
我也接手。我看赌注还可以再大一点，这样双方都会有动力。好啊，林总有想法。如果设计部赢了，就说明班总监那套销售体系确实不太适合以往。那么从今往后，以往就要求自产自销。好，如果设计部输了，我要以往的经营权交回董事会。一言为定。